弟弟现在要来开箱吃这个帝王蟹饼干。这个。弟弟，我帮你打一个小开口，你可以打开了，可以吗？好，我帮你，好，我帮你整个打开了，来，你看看有没有很像？有，很像。不过不太一样，因为那个是帝王蟹，你这个是一般的小螃蟹。好了，你吃看看好不好吃？有盐巴味，很咸，但是还好。那好吃吗？好吃哦。最重要的就是好吃吗？对啊，哇，这个里面超多的，这一包花20元，然后有90克，非常多哦，量很多哦。哇，好吃对不对？我看你一直拿，那你拿去吃吧。爸爸小时候超喜欢吃的哦。